硬币，速战速决吧。一切都在计划之中，这个线 TP 不 TP 就是给他控一会儿。这是他带着符文的一个好处，除非刚才末日帮我推线，但他没推就算了，对面也没控。符符现在维护了吗？哦，好像是。我打的韩符，我们汉化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感谢一甩就送的血瓶，无处可藏。
他们活不长了。哇，上单的莱文啊！那么我刚发现啊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吃吧吃吧，只有傻瓜才会是你的而现身。好好享受，不要关闭时间才能开始。哇，这打野还可以啊，他一直在。他刚才往这里靠是因为我往上走，他以为我要杀那个上单，所以他不打。等着我先。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好起来了，终于到一个围绕中路打的打野了，我操！打了好几天这个，把中路不当人的队友了，兄弟，咱就得这么玩。谢火花开通的半年超粉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打狐狸不是带香味吗？是带香味，这把控制太多了，控制多的时候相位会在控制期间把加速给度过掉，就会形成一个加速抵消。刚才选英雄的时候其实说过了，这一直有人问你们在听过的不帮我解释一下，哈哈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赌博打个高分局冲分，准备冲分，这还得解释？我操！不要妨碍我。我从不妥协。
点吃个惊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回家带补点穿甲，下次就可以一套把他秒。无处可藏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不让我吃素菜吗？就一下平 A 啊，哥。得现在抓他，他十四分钟表好了，表好可能有点难伤。往后退，让这个给他 A 小兵的距离，只要他出来了，他就容易死。这没有妨碍我。Nice 呀！我操，特哥！有我特哥的影子。防御塔断层即将脱落。对面下路上把我们的下路，冰女还有 EJ， 我看战绩了，好像是。能打吗？哎，算了算了。ADC 在塔下，估计在等小兵进了。他都不想打，我还强行打干嘛？应该抓上去了，但是这德莱文好像不想走的样子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再打，我能看到他在刷 F6， 但是他看不到卡视野的重要性。等他纯野本结束。他的一个装备栏这里是有写他纯野本的被动，等他的被动结束我们再上。男枪很克制我们这种刺客的，他的被动只要拉满了护甲巨高。这波杀男枪有两个细节，大伙可以猜一下。速决吧！享受钢铁的滋味吗？在打蓝 buff， 看到我从不妥协。没大招，等个大。
蠢的战士。从这个 F6 这里卡个视野，他刷 F6 他看不到 这边的位置，但我能看到他 F6 在刷，这时候我们等他过来就行，然后等他刷完野的一个被动结束，护甲降低，瞬间爆炸。太肉了这里。他们活不长了，没有这细节龙还真容易被他肉死。有点装了呀，剑魔应该从石甲从那边出来了，在这儿何学呢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贴着墙能卡视野不？怎么各种技能往我身上甩啊，我还贪了一下伤害，主要是我打了一套我再一闪，找到杀两个撤了就好了。应该不用，我看一下哪里有野，他们放个五块钱我应该够了。各种技能往我身上甩，太抽象了，压力好大。算了，意义不大，把下路线打。W 抢了，再 QI 秒了，无处可藏，心态崩了吧，兄弟，该骂骂，该挂挂，该喷喷，别憋着，哈哈，没事，对面的人不用憋，我们这边稳住心态，什么局都能翻。带了韧性应该是。同样被控 AD 秒死，辅助还能开个大，找到韧性，天地里面应该带韧性。
赛季要冲国服吗？明天新赛季国服我也要冲，韩服和国服一起冲。被控了之后要按 S， 不按 S 的话，你只要点右键点地板的话，会 A 你最近的人。姜子熙，漂亮吧，兄弟！别，等我打，等我打，别着急。不能死。兄弟，不用怀疑，直接绝望，我开挂。他们活不长。估计这一波操作往后面了吧。这把刀，那压力好大。带下我的大龙兄弟。听我节奏，大龙去。这么默契啊，兄弟，他们都不出来的。哎，都闭了，那我也闭了。说实话，我的钱不一定最少。他们都闭了，那我无处可藏。增加的。啥时候放的眼啊？这个，我操！我就说怎么对面不过来。听说你很肉，咳血黑切男枪护甲鞋，纯爷们儿，照样秒兄弟，这就是核心男的啊！你要让队友把你当团队核心。万一这亏欠游走的那是工具人，对面这五个人我都能秒。
位看阵容啊，相位我们平时都带相位，这把他们辅助是一个团控，控制太多会把我们的相位时间给过渡掉，那这个控制时间过渡掉这个加速，那就会形成一个加速抵消。